回老太太，大夫说了，不妨事。这是郁气伤肝，肝不藏血，所以神气不定。如今要用敛阴止血的药方可望好。已经开了方子，取了药，给林妹妹服下了。你去吧。是。 我看这孩子的病，
只怕难好了，你们也该替他预备预备，冲一冲，或者好了，岂不是大家省心？就是这样，也不知临时忙乱。 咱们这种人家，别的事自然没有的。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。林姑娘，若不是这个病，我拼着多少钱都舍得。若是这个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没心肠了。等吃过饭。 咱们娘儿们就过去，还是姨太太那边的事要紧。大家到了薛姨妈那里，只说惦记着这边的事来瞧瞧。薛姨妈感激不尽，说些薛蟠的话。您坐，好，好，我去叫宝丫头。哎，姑妈，不必叫宝丫头了。老太太此来，一则呢为瞧姑妈。 二则，有件重要的事儿，想请姑妈过去商议。是了。当晚，薛姨妈果然过来，见过了贾母，到王夫人屋里来。刚才我到老太太那儿，宝哥出来请安，看着好好的，只是略微瘦些。怎么你们瘦得很厉害？ 其实也不怎么样，只是老太太悬心，母亲老爷又要起身外任去了，不知道要几年才能回来呢。老太太的意思，这头一件呀，就是想让老爷看着宝兄弟成了家也好放心；二则呢，也想给宝兄弟冲冲喜，借着宝妹妹的金锁压一压邪气，只怕就好了呢。只是。 委屈了宝丫头，薛姨妈虽恐宝钗委屈，然也没法儿。又见这般光景，只得满口应承。倒也使得，只是还要从长计议才好。姨太太这会子家里没人，不如。 把庄奁一概捐免，明日打发科儿去告诉盘儿，一面这里过门，一面给他变法思路官事。姨太太，既做了亲，娶过来早，早好一天，大家早放一天心。正是呢，依我说呀，姑妈回家就跟宝妹妹说一声，我们也好讨杯喜酒吃。 便议定，凤姐夫妥做媒人。太太，老太太打发我过来听信儿呢，我就知道呀，必是妥当的。去告诉老太太，都妥当了。哎。薛姨妈回家，将这边的话细细的告诉了宝钗。宝钗始则低头不语，后来便自回房内。 宝兄弟，宝兄弟大喜，老爷要给宝兄弟娶媳妇儿了，你喜欢不喜欢？给你娶林妹妹，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。
老爷说那时宝玉虽因失欲昏聩，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，这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。那身子顿觉健忘起来，真乐得手舞足蹈，虽有几句傻话，却与病时光景大相悬绝了。你好好的，他就见你；你要再疯疯癫癫的，他就不见你了。我有一个信，钱儿已经交给林妹妹了，她要过来，横竖给我带来，还放在我肚子里头。我已经应承了，做女儿的都有这么一遭。太太喜欢你啊，就喜欢你这尊重上头，你害羞也是应当的，你心里自也明白，宝玉是个有心的孩子，不比那些纨绔子弟，又透着一层亲，到底啊可靠些。太太待你更是没得说了，你就接下吧，啊。我已经告诉科尔，让他去打探沈强的事，再告诉你哥哥一个信儿，即便就回来。如今你哥哥这样，我已经是意气消沉，只盼你嫁得嫁婿，做个贤良的媳妇，好好的持家，妈妈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即使你不嫁给宝玉，太太也断断不能随了平丫头的心。你白白的葬送了自己，谁又成了你的心？我的儿啊，你就应承了吧，啊！你这就是成全了宝玉，成全了太太、老太太、老爷。你也成全了你哥哥和我，你就应承了吧。怎么样？姑妈不必担心，哥哥的事儿上司已经准了，误杀一过堂就要提本了，叫咱们预备赎罪的银子。再者姐姐的事儿哥哥也说了，妈妈做主很好，赶着办又省了好些银子，叫咱们不必等她，该怎么着就怎么办吧。我总算是放心了。你去准备泥金更贴，填上八字，即送到连二爷那边去，还问了过礼的日子，你好预备，亲友们就不必惊动了。姑妈，那我去了。这些都是过礼的物件，请老太太过目。宝玉，你喜欢吗？你看，这里送到园里，回来园里又送到这里，咱们的人送，咱们的人收，这是何苦呢？倒不够折腾的呢。这是各色绸缎120匹，这是装蟒40匹，这是金项圈，这是金珠首饰，一共80件。这是四季穿的衣服，
一共120件。外面没有预备洋酒，这是折洋酒的银子。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李妹妹最厌恶俗物了，必是一件都不肯带的。这些绸缎衣服也俗气得紧，趁早别抬了去，倒招李妹妹不高兴了。这是规矩，不好不要的。是啊。说他糊涂，他今日怎么这么明白呢？可不是吗？这么一抽，宝兄你果然明白了，那也不糊涂。我要你去告诉姨太太，说这不是虚礼，求姨太太等盘儿出来，再给他妹妹做来就是。再者，你忙不来，叫妥当的人去看看李丫头，看她身子如何了，回来告诉我啊。老祖宗放心，我也放心不下的。嗯，我们奶奶倒时常挂念着，只是不得空。你们姑娘千万别怪才好。哪里的话呢？药还吃吗？可轻省一些了。我先走了。黛玉侧躲，贾母近日比前疼自己的心差了，况且这几日的心都在宝钗宝玉身上，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，睁开眼只有紫娟一人。
知道了。帕子，快拿来！哎，来了。
歇吧，何苦劳了神，等好了再看吧。且赞叫人焉得不伤悲，抛竹滚月只偷山，正热无心正热闲，枕上袖边难逢时，任他点点与半弯，彩屑难受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模糊，窗前亦有千竿柱，不识向痕字也薄。姑娘，这如何使得？葬花日相知。Thank you.
娟看着不祥了，连忙将雪雁等都叫进来看守，自己去来回贾母。老太太呢？鸳鸯呢？宝玉呢？袭人呢？姐姐别问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宝玉啊宝玉，哎，我看见我怎么过得去。姐姐，我说没有吧，姐姐偏不信我。紫娟一知八九，又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人问的也没有，越想越悲，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。那一年我就说了句谎话你就疾病了，今日竟公然做出这种事来，可见天下男人之心真是冰寒雪冷，令人切齿。紫娟觉得不妥，叫了黛玉的奶妈王奶奶来。哎呦，我的姑娘，王妈妈，你这一走我可如何呀？快把王妈妈扶出去，别吵着姑娘。王妈妈，你先回吧。这紫娟因王奶奶有些年纪可以仗个胆，谁知竟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反倒把紫娟弄得心里七上八下。忽然想起大奶奶李纨是个双居的，便命小丫头急忙去请。太太，你们下去吧。你看宝玉是糊涂还是明白呢？倒也瞧不出，眼下倒是明白多些。我也是这么看。既然如此，就要装得像些。待会儿若是宝丫头的丫鬟扶着，终究不像，就怕宝玉识破了，闹起来大家无趣。太太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你去林姑娘那儿把紫娟借来，再者你瞧瞧林姑娘的身子如何，我是没脸瞧她的了，着实也担心。方才老太太也偷偷地问了两三遍，你看看去吧。怎么样了？好一个伶俐聪慧、绝世无双的女儿，偏偏他们要这么作践她。娟呢？在外边呢。
傻丫头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，坚持雇你哭的？林姑娘的衣襟还不拿出来给她换上，还等多早晚呢？难道她一个女孩子家，你还让她赤身裸体，紧着来，光着去吗？好孩子，你却把我的心都哭乱了。快点收捡他的东西吧，再迟一会子就不得了了。瞧瞧，不想。你来得正好，快出去瞧瞧，告诉管事的，预备着吧。还有什么话呢？大奶奶，您来。刚才二奶奶和太太商量了，那边要用紫娟姑娘使唤使唤呢。林奶奶，您先请吧。等着，等着，姑娘没了，我们自然是会回去的，用不着你，紫娟姑娘。况且我们在这里照顾病人，身上也不洁净，没得不吉利。紫娟姑娘说的这些闲话，我听了不要紧，可怎么去回二奶奶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给姑娘清静吧。林姑娘这里一刻也离不了紫娟姑娘的。这么着吧，就叫雪燕姑娘去吧。紫娟姐姐，走吧，雪燕姑娘。宝玉不好了吧？太太，太太都急了。宝玉呢？在那儿呢。袭人，快给我穿衣服。哎，衣服呢？来了。给我戴帽子。快快快！哎，别动。二姨，林妹妹从园子里回来，为什么那么费事，还不过来？等好时辰呢。这好时辰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虽然有福，外头不用古月，咱们南边的规矩是要拜堂的。冷清清的可使不得。是啊是啊。哎呦，使不得。我穿了家里管过戏子的女人来吹打，也热闹些。使得。什么？姑娘，请歇息吧。烦请你歇一会儿，倒叫雪姑娘陪你家姑娘吧。来，走吧，燕儿。来，
紫娟不来，倒是雪夜呢。哦，紫娟姐姐仍是我们家的，自然不必带了。这时候也不知道是真病假病，怕我们姑娘不依，他假说丢了玉，装出傻子样来，叫我们姑娘寒了心，他好去保姑娘。我看他莫不成今儿还装傻吗？妹妹，你的身子可好些了没有？好些天不见了，盖着这老石子做什么？给摘了吧。天白。